亲爱的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打字。为什么？我的手指只剩几只能够特别的灵活运用。为什么？你的手怎么了？我的手指受伤了。为什么手受伤啦？就是有一个人，他要去校外教学，然后呢，我就想说帮他做个便当，结果早上在晃神，不然把肉切掉了。那你今天有什么超级任务要交给小朋友呢？今天是周六，那我就想说，那我今天应该可以麻烦你们做一些事，我可以废一下吧？什么事情？说说看。比如说，就是买个食材啊，做个早餐啊，这样我就不用碰到水了。而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已经很多天没有洗头了。哎、欸，你头油油的，你哦。啊，不方便洗啊，我怎么洗？我这样一只手怎么搓，很难搓哎、欸。对。今天也要交代小朋友帮你洗头，就是买食材，然后买一些洗头的用品，然后做早餐，帮我洗头。那我就这样，我知道影片的标题怎么上了，耍废妈妈的一天，不是吗？耍废妈妈每一天，每一天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。谢谢哦，辛苦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买了什么东西。一盒猪肉、吐司，还买了一盒蛋、牛奶，还有优格。那除了食材，还买了我洗头的东西，还有这个，这个花王洗润泡泡，只有全联才有哦。Lost again, going back around. Dreaming of a time when I get things right. Lost in the shadows of a million stars. Shouldn't they enlighten my near and far? Shouldn't they at all just tell me? 哇，看起来很不错哎，你儿子跟你女儿的爱心早餐。三包一个就好，这样就变那个烧肉蛋吐司。烧肉蛋吐司。哎。好了，接着等一下我们就要挑战大任务了。等一下帮我洗头。我可是集中了火力，很多天没洗的，各位。接着要来挑战洗头，你看姐弟都很开心，要帮妈洗头就是开心。对啊，是啊。今天呢，周四姐弟的美容院要开张了，就只开张这么一天，希望我可以好好享受今天的服务。今天用什么品牌跟大家介绍一下吧？今天呢，我们要用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品牌花王来洗头呢。这一个呢，以前大家都知道，阿公阿嬷都用这个，大家都用得很习惯，也很放心。可是呢，花王现在不一样，它不断在创新，而且包装上也很有设计感。而且花王的配方啊，很简单，针对不同的头皮困扰啊，添加不同的植萃配方，可以因应不同家中的成员啊，就去做挑选啊。阿燕，你准备什么？我准备了挤这个喷石头。姐姐，你准备什么？这家带。毛毛巾巾，姐姐要先把这个塞进去。我塞不进去。那就这样啊，太胖了。哇，很专业，你看。哦，很会哦。哎呦，看起来不错哦，有模有样哦。差不多可以付钱了，是不是？姐姐你要收多少钱？一万块。太贵了吧！一万块就只有洗头，要一些特别的服务吧？我跟你讲，一万块只是刚开始洗头，还有一个五千块有一杯茶水的。5000块一杯茶水？5000块？这一杯要5000？这么恐惧没有？哎、欸，那至少要按摩吧？我看人家那个台式洗头都有按摩，这样。对啊，捏一下啊，我手指也要放松服务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生两个太少？应该还要再生一个来按摩脚。对，按摩脚，按摩哪一个？我们要再生一个，请问你要男的女
我不要。姐姐洗好了没？我洗好了，拜拜。你进去浴室洗干净。一万块还要自己去浴室洗。好啦，等一下接着要润发了啦。好，我去润一下。Look at me like I'm crazy when I shut my feelings out。 怎样，舒服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今天真的是当妈妈最快乐的一天呢。姐姐怎么样？一日洗头小妹，这个体验怎么样？请你以后自己带这一关，自己去洗头店洗，不要来找我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这孩子怎么这样？这样不可以吧？可以呀、啊。这个润发泡泡啊，只有花王有，市面上都没有，很新奇哟、哦。好啦，这次还是非常谢谢花王的邀请啊，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拍这支影片。像我刚刚洗头就是用这一罐花王的滋养健发的系列，那它呢是针对头皮护理，像我们常常染头发啊或者烫头发，有的时候需要好好照顾头皮的时候就会使用它。它很适合啊，比如说像你头皮比较脆弱的人，或者头发比较脆弱的人都可以使用它。而且它在洗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个草本味，洗起来蛮舒服的。那像我们家缇耶娜呢，她从小呢就是一直都是用这个啦，花王的泡泡洗发精。那当初会选择它呢，是因为它一压就会有泡泡，如果小朋友在刚学洗头的时候都很容易上手。那他现在长大换成这个，这是植萃弱酸空气感的洗润泡泡系列。没错，这个啊其实大人小孩都能洗，很好冲洗啦，不会黏腻，然后一压就有泡，就减少头皮的刺激啊，很疗愈哎，非常的方便。而且啊，植萃系列它不止刚刚那两种款式，它还有别的，像是这个，这个是长效结味型的洗润系列。这个啊，它就很适合，比如说你是运动量很大的人啊，像是阿悠一整天都跑跑跳跳，或者是你真的头皮比较容易臭的人，都很适合用这一款。而且啊，它有另外三款去屑控油的产品啊，就是可以满足不同族群的需求啦。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参考，链接都在底下。没错，其实洗头啊是非常重要的事，虽然它很简单，可是老实说，其实啊你可以选择很简单很纯粹的花王，其实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安心的选择。没错，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分享按赞，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五点都会发布影片，最重要是加入社团追踪 IG 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Bye. 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